欢迎大家来到新奇的从现在出发。因为这个老红呢年事已高，被家里拉去相亲了，所以我们请到我们的小姐姐桃子。我叫桃子。那我们今天去泾阳去尝一下这个哪年花开月正圆里面那个泾糕到底好不好吃。出发。冲呀打扫呀。我是不是应该先导个航？我们泾阳见。为什么我们到泾阳还没有开始？他导航错了。我没有，我不是被他说呀。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吴家花园 ，Let's go。啊，好，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泾阳了。当时孙俪大大拍的一个电视剧叫做《花好月正圆》。花好月正圆，那年花开月正圆吧。我们想看一下那个电视剧里面孙俪大大演的这个周颖，对，这个角色特别喜欢吃泾糕，然后泾糕也算是从泾阳这个发源出去的，陕西泾阳，发扬出去的，所以我们就想看到这当地原产的这个泾糕好吃不好吃。其实那个应该念甑糕。我从小都念泾糕。我其实也是一直念泾糕的，但是我那天我去查，我发现那个字其实念甑。好可能吗？拉着我，他拉着我看他，然后说有脾气，非常的细致。不是细腻，是你说。细腻是你说的。我只把你拉过去。就让先讲。来，好大的感觉就跟个小城镇一样。然后菜铺。这还有个专门的一个外星人居住区，只能说是有钱了。走吧，我们去瞻仰。我们这期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弘扬我们红色精神，革命精神。你看啊，这六园厅。现在是吴家东院接待客人的客厅，那等于就是说是吴家大院他们这个在那革命时期把屋子就贡献出来给革命军跟红军做那个训练的地方。我就说这是思想教导的地方，对，开会的场所。弘扬我们红色精神，响应我们主席的号召。还能深刻的感受到，就是这些历史性的照片啊，就真能感受到，就是当时抗日战争，哪怕就是说内战，有多么艰辛，就真的是能感受到，就是说是现在我们的和平，我们安逸的生活是来之不易，来之不易是真的是在先辈们、祖先们这个血和血肉之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确实能感受到很多，就是说对于历史长河当中，就是说是发生的这些点滴，就是印象确实还蛮深的。好，我们现在为大家表演的是小改改吃酸奶。感觉不是很甜，下面是就是像酸奶一样是蠕动状，上面像是一层芝士的感觉，就是冻住的。走吧。那得说起来了吧。哇，他撒糖了没？没有。哦，我撒糖了没？没有，晋江不用撒糖了。我们那会撒。我们家楼下卖的也撒糖，对吧？这感觉不撒糖其实好吃呀。反正比我吃的更黏一点。我感觉。我觉得做法应该差不多，味道都差不多吧。那我们再去昆明街再尝一下吧。再尝一下，真好。正所谓素材不够，昆明街凑。我们去看一下昆明街，我们这个再找一下有名的泾糕再尝一下吧。
这个吗？我还没吃过。拿一个，你要哪个？取一个。那我觉得吃的没有闻着香。吃的没有闻着。嗯。可以吗？是吧？香香的感觉。真棒。绿豆酱是吧？就上好绿豆酱，我觉得还行，比那个好吃。比豆花更好吃啊！好，谢谢。又出现了，郑云最爱吃的增高。水多少钱？3块。从肥四小老弟。哦，好酸。你吃油先。啊，我觉得好辣呀、啊。从肥四。不辣。你耳朵红了。不辣，真不辣。没事啊。好吃啊，好吃啊，好吃，好喝，好喝，好喝。我觉得第二个辣更多啊。好吃吧？有的人嘴上说着不辣，然后我的水被谁喝了？啊，天哪！我们尝一下子。那不是牛腿。好了，不吃。等一下，我们旁边换一个照片，对不对？吃前吃后的一个对比。我们把舌头伸出来吧。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不好。我感觉我胃快炸了。我也是，感觉吃到了这里。我不是吃的是。啊。因为我吃的比较少，所以吃了一个吧，我吃了一个吧，我还 OK。朋友们，让我们来著名的陕十三，我们刚才买了冰淇淋，去一下我们火热火热的那胃是吧？火热的内心，热情似火 ，OK， 激动走。我就只吃巧克力的。你来检查一下，这个是豆腐，你吃的啥？这是石榴的，石榴很好吃，尝尝。我这个人对于新鲜事物是有一定的抗拒的，害怕出来感觉吃不足够的口感。这好清新啊！是吧？我觉得这石榴很好吃，就是吃石榴不剥籽儿，哎，没有籽儿。好、哦，不、哦。有点酸，是吗？我觉得还行。你吃啊，这个豆腐的。尝尝豆腐，感觉就像豆腐一样啊。没味儿，有一味很浅，不是很淡的豆腐。
小姐姐，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过得很充实，很充实。啊，今天我们感觉耗了好长时间。嗯。在路上。对，在路上。台开错了。对，全怪我，都是我的锅，对不起。总的来说，今天绝对是我人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花碗牛筋丸真好吃，真的，真香，真香，特别好吃。建议大家来西安一定要尝尝，一定要吃特辣，贼好吃，特别好吃，好吃到爆了，回味无穷。总体呢，今天这个对还算是比较愉快的一天，很快乐，能跟我们的小姐姐一起转悠一天，感觉非常的棒，而且还公费。这个是在直播的，下期的话我们就等老胡回来，我们看我们就吃我们的烤肉啊。啊？那小姐姐也带上吧，我们就一起。啊？我不是人啊。啊？我不是人吗？那你就自己再挑自己的嘛。真实。